这是你亲哥？是啊，这还不像吗？看他没有衣服穿，光着屁股。我觉得这个主意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所以人家是那样简单的事情。你干嘛？突然觉得我刚才在干嘛？捡着呢。对牛弹琴，谁是牛？我是野马。你还真的是个特别的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真的想不出这么奇妙的。哎，谢谢，拜拜。啊，你干嘛？我来换衣服啊！你给我换衣服了啊！所以，我也喜欢带个朋友。哎，感谢你今天带我来。我喜欢一个小姑娘，我想让你帮我救她。不想喜欢她的小姑娘，不行吗？白眼，帮个忙吧。你需要让胖爷提防心吗？不行，要烫，这是无忧的，那么可爱，那么漂亮。啊，你不是看上去来撑的是啊，我女侠你们每天像没见过姑娘似的，又怎么了？我有个朋友也很喜欢她。那你呢？我超喜欢。我其实说实话我挺抵触悠悠的。为啥？但你毕竟是我现在最好的，我真的很害怕有一天不跟你谈恋爱了，不会变成自己一个人。看来人真的被爱上了。不过我警告你，公司不允许公开他。知道了。你要玩女性吗？没事，您用。但我用完不就脏了吗？叫你先用，先用那啰嗦呢。心本来就是芦苇啊。